不要做着一个很哀怨的表情，然后就走了。嘿嘿嘿，没人，没人，都没人。猴子会报恩吗？我不晓得我也很期待砍死他！哦，这个不是假的哦，这个好强哦！闪人，我们就是要欺负小怪的，那个太强的怪我们都不打的。太强的怪我们都不打的。那如果第一招就对我用使用大绝，我就很摆明的就是放弃，好不好？摆明的就是我不打了。最好是第一招就放大绝了。这上面没宝箱，太可惜了。噔噔噔噔噔，喂，哎，哦，又是你，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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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打不打。我们只虐待小怪而已，那个太难的怪太浪费时间了啦。对啊，刚刚那一招应该是就是会死，搞不好是必死魔法哎，只是我用断带防御掉了，说不定，应该不是吧？他的大绝就是打下去就只剩一滴吧。噔噔噔噔噔，哎，就是打这个，有啊，要打这个。有没有有没有有下，就是打这个，有下有下，来呢，噔噔噔，有下有下，走了，打赢了，打赢就走。他们又在摇了，有没有？又在摇了，你们摇爽了没？伊萨尔先生说会暂时封闭巨蛋，你到底卖了什么？购买。你到底有卖什么东西？购买东西。四摇药剂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太守桌神秘钻石前辈，防御力提升40，不需要了，走人了。我们走吧。小怪经验更少，少的可怜，本来就少的可怜呢、啊。可是很快啊，刷两下就结束了，也不会损血。这里真的没事了啦，伊萨也不知道跑到哪里了。好了，我们走了，不跟他们讲话了，去换光球呢，存档换光球，我们回飞空艇了。嗯哼嗯哼，噔噔噔，我们跟伊萨尔讲完话了，全部都去过了嘛，我应该该去的都去过了吧，就是除了主线剧情之外，不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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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去过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回比赛德岛咯，要开始推主线咯，终于要推主线咯。我们要去比赛德岛咯。嗯，寺院怪物出现，青年同盟的贝古雷姆主张用激烈的手段与瓦卡陷入对立哦，与瓦卡陷入对立哦，他们对立哦，来咯，开始咯。要什么激烈的手段？来啊，来打架啊！来打架啊！打架啊！快啊，过来啊！嗯，来打架啊！比赛德岛我回来了，这个岛是我的，不是不是，不是我的。来啊，来打架啊！出来啊！敢跟我对立？哎，等一下，他们往这间跑嘞，可见就是在这间。噔噔噔噔，哎呦，跑到这里耶！露露，魔物は G の奥から出てくるわ。露露在待产。バッカたちが片付けてくれた。哇哦！幸い怪我人もいないし。瓦卡这么强啊！助けはカモメダン。出番なしか。逃げた魔物が近くをうろついている可能性もあるの。在附近徘徊。ワッカたちが手分けして調べてる。協力してあげて。カモメ団に任せといてくれ。格安料金で引き受けるぞ。收费很便宜。はいはい。ごめんね。收费很便宜哦。じゃあ見回りお願いね。
我们跟自己人还收费哦。見れば村のみんなも安心するから。我们只是出来露露脸而已，让大家安心，是不是？原来如此，看到 Yuna 大村里面的人也会很高兴的。这就是 Yuna 的故乡吗？是个不错的地方。你现在才知道吗？这里很好哎、欸，很宁静，怪物又弱，有没有？怪物很弱，很简单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何してるの？新拉还在放这个。通信スフィアの設置、いざって時に便利だし。ジンダ君の新発明？新发明哦。我们已经在世界各地，世界各地放下这个矿光球了。ちょうどいい実験台だし。等一下，绿苦在干什么？绿苦在干什么？哦 ，Yuna 映った。你从那个角度看到 Yuna， 有问题，有问题呀、啊。映像送ってる。そうなんだ。おお、Yuna、もっともっと、もっともっと。这真是大变态嘛 ！Yuna Yuna， なんかまずいよ。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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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まずいよ。何を迷っているんだ？魔物をまとめてしまって。要打起来了吗？要打起来了。けど G に火つけるなんてやりすぎだろ。他に方法があるのか？要火烧寺院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放っておいたら、どんどん魔物が出てくるかもしれない。あんた自分の家族が魔物に襲われてもいいのか？魔物を片付けりゃいいんだろうが！よー、吵起来喽、吵起来喽、要打架喽、要打架喽！哦，没我们的事哦，我们继续四处逛逛，跟辛拉讲话。我正在调整晃光波的收发讯号。来了，你已经没事了，已经回来坐了。什么？说什么寺院出现怪物，真叫你难以相信。看其他间有什么。哎，还在织布哎。比赛泽岛出产这个啦，就是布料。怪物啊，不会连形都复活了吧？不要随便乱讲好不好？形已经被我杀死了。听说怪物是从祈祷者间出现的。到底为什么会出现怪物啊？对啊，为什么？Yuna 穿的是裤子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想太多。Yuna 是穿的是裤子，明明出现了怪物，大家却很癫劲，很镇定。不愧是边境之民，好强悍啊！边境，这个离市中心真的很远，就是边陲的一个小岛，比赛德岛，很边陲地带的小岛。哎、欸，你们也走回来哦？你走到这里干什么？你有问题哦？你为什么要走到这么后？这小孩子到处搜索，是不是有藏匿怪物藏匿？有吗？有怪物藏匿吗？应该不至于吧。先看一下这一间。噔噔噔！哎呦呦，这里他们不打水豆球了吗？嗯，水豆球啊。因为四月的事情，瓦卡格和被古雷姆起了争执。好啦，我们还是做一点正事好不好？我都觉得搞不好会有一些是一些宝藏藏在帐篷里，结果都没有，让我小小的失望了一下。我的期待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声音呢、啊？他为什么要用阿尔贝德语讲话？还在那边呻吟，感觉好恶心哦。超值商品，缺货了！这是恶趣味吗？超值商品缺货了，好一个恶趣味！来啦，这画面什么东西？真不错，是不是？它只有三个字，我看得懂而已，跟你们讲话。四月深处跑出怪物，引起一阵骚动了。那你呢？瓦卡那讲果真不愧是前任护卫啊，一眨眼就把怪物收拾掉了。瓦卡有没有这么强啊？当年他只不过是一个，初出茅庐的水豆球打不好，只好来参加护卫，不是啊？我们怎么可以这样随便？哎呦，又看到了。
那这个老大哥根本就是大变态嘛，我们不要理他啦，我们往寺院走，走到寺院里，走吧。噔噔噔，喂，我正在协助监视哦，这么棒哦，好小孩。噔噔，我们先到旁边去，先到这两间，怕跟他讲话之后就没有办法再来了。这里有一个宝箱，哎，那个宝箱就是要用钥匙来开的嘛。哦，那把钥匙有了，有那个就可以打开了。我们拿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拿到了嘛，拿到比赛德的钥匙，找到搜寻幻光球，哎，搜寻幻光球只在此岛有效，要离开时记得要还呐。什么东西？要是想再次使用，就再来这个，再从这边的箱子拿吧。搜寻幻光球有什么作用？道具，高级道具吗？贵重道具，贵重物品。四目搜寻幻光球，搜寻幻光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啊？搜寻幻光球，介绍信，比赛德的钥匙，是地板上就会有那个吗？就会有宝，会标注在地上，是不是？是这样吗？小地图就会有宝吗？搜寻幻光球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去其他地方试看看。你去过遗迹？去过啦，我去过。那隐藏在那个洞口的秘密不只有入口暗号而已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重新打，等一下重新看一下。洞穴中也有四个数字封印着暗东西。关于数字藏匿在各岛上各处，这我知道啊。那么就请你使用搜寻幻光球在岛上寻找，按下叉叉，计量表就会有反应。计量表反应越大的地方越可疑。朝那个地方按下去，往脚边挖掘哦。哇哦，有脚边挖掘耶，顺利的话应该就能发现小通讯幻光球。接下来就用圈圈试着看小通讯幻光球。接下来我就不清楚了，总之先去找找吧。按叉叉，没有反应。按叉叉，哎，有没有这么容易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。我记得我找得很辛苦啊。好啦，先跟这个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忘记了啊，记不住了。瓦卡は奥で魔物退治だ。瓦卡还在击退魔物哦。こんな寺院、魔物と一緒に燃やしてしまえばいいんだ。怎么可以？未だにあんなものを拝んで何になる？不是崇拜，这个是对什么一什么古早。あんたたちだろうに。习惯的那种，是算是古迹啊，应该这么讲。这算是古迹，不能随便破坏。助けに行くのが長くは待たないぞ。そんなに燃やしたいんですか？对啊。村人の安全のためだ。我听不下去哦。哎呦 ，Mission Star， 任务开始了，要去帮瓦卡了。从 Yuna 修行的寺院深处出现了魔物，不快点击退的话，寺院会被古雷姆放火烧掉的。击退出现的魔物，我重新看一下哦，我觉得有点累格。重新开过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好了，这样应该没事吧？刚刚真的有点累个，你就这么想把它烧掉吗？不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把它烧掉的。进到里面了，现在不用解秘密了吗？应该不用吧？直接走到寺院深处，哎、欸，有怪，不存档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我可以跟大家讲那个，跟大家讲那个主线的怪都很烂。主线的怪都很烂，来喽来喽，噔噔噔噔。